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龙阿喜。这个甲鱼一直没有杀嘛，然后好几天没出来遛一下，那出来活动一下，晒一下太阳。这个鸡看到这个甲鱼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们第一次看过嘛。这个鹅也来凑热闹了，你看，大家都来看这个外星生物了。哎，它怎么跑掉了？追过去看一下。你看，他们都去看了。这些鸡都过来围观这个甲鱼的。哎呦，跳下去了。应该可以翻过来吧。好好，小意思。你看这些鸡啊，呵呵，好搞笑哦，都过来这边围观这个甲鱼的。这甲鱼已经都掉沟里了。你看这个鹅啊，看到这个甲鱼都很怕呀，平时都很屌的，也认怂了。你看，它都不敢靠近啊。看来这个甲鱼还是比鹅厉害呀，哈、哦。你看都不敢过去。悠悠，你不怕啊？我们把这个甲鱼拿去杀掉吗？不行，不要，我拿去玩。要拿去玩啊？那我们留着喽。那你要喂它好吗？好啊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么先留着吧啊，拿去玩吧。哇，看来这个甲鱼被他们当做那个外来物种的，都没见过。看到那个鸡啊、鹅啊，都围着他们看，好陌生的样子。好了，把它抓回去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